今天我们俩还要玩穿衣挑战，就是每个人五分钟的时间，就把能穿的都穿在身上，穿的比较多的那个就赢。嗯，只要是你能套在身上的，就都算赢。饰品算吗？算，当然算了。就只要是你在你身上，就跟他能单独剥离出来的个体，全都算。那你在卧室换还是在客厅换？我在客厅吗？挑衣服。就上这个，给你两件。这就长袖都给你了，没有啊？你要都要拿出来呀、啊。都要拿出来的，差不多分就行了，别都拿出来了。差不多吧，你要这些、嗯？这些都是咱们平时穿的，比较好穿的。一人一件，你别乱扔。这行，这短裤都给你，全拿走，全拿走，全拿走。我给你留那么多呢，好穿的全拿走。没有，我要走了。满载而归，贪多嚼不烂，你要再拿点不？那总比没有好了。我的衣服。开始了啊！三二一啊！三二一，开始。哎，我的裤子呢？这裤子根本也穿不下几件。哎，裤子呢？先套，薄的。穿衣服也好累。那你没有刚刚的速度。还有两分钟啊！好，应该先穿袜子。哎，你怎么掉毛都没拆？哈哈，洗的长。Yes, I could. 那你穿袜子吧。哎，我这样穿袜子不好看。你这个穿袜子输也算。我说了，这能分离的单品全都算。已经结束了，开始。你让着我一点吗？那不行，没有，我没理解好规则。不行，那就给我，那不行，给我十秒钟的时间。那可不行，十秒钟，那十秒钟能干好多事呢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让我十秒啊！这个不行，这个、肯定不行。能分离出来呀、啊？不行，行，你快点，那你这不算。一页的算了，那这么这个算你二十件，怎么能二十件呢？就二十，这个把你的书的底子，我就算，行吧，把我的书的底子哈。啊，我也太热了，先算我的吧。我的袋子，我刚才说的很明白，能单先算我的吧，我要热死了。我也热死了，咱俩你拿一件，我拿一件吧。第一，不对，我这是两个。我这链算一个，这个算一个，扣算一个，我这那你这么说，我这六个能摘下来的，我是六个，那我这四，等一下啊，我这衣服里边还有东西呢，七，等一下，五，八十，不行了，八十写着的，没打开过的，八十片儿不含酒精，怎么这么不要脸？我这个一个五十。五的二百五，那怎么算？七，等一下，八，我脱一下，行，你先脱吧，那我重新算，十，十一，我的手套抽筋了，赶紧穿，我这个肩膀特别沉，哎，等会儿，我们俩想输的鬼，谁输了谁收拾这些衣服行吧？这公平吧？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二十、十六、二十一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这是哪两个？那二二吗？二二，这哪是两个？这明明就是一个，一个二一，那个是俩二一，二三、二五、二七、二九、三十一、三，这怎么办？还是我耍赖呢？这是四个吗？三七。三九，四一，四二，哇，好凉快啊，好幸福啊！四四，算上你脚上这俩袜子，四六，四七，袜子做完了，该我了哈。不止呢。哈，行，四九，五一，好了，你这俩一开始这俩做完了，好了，那我要重新来了哈。我的大外套先脱了，算一个。你真不要脸！一个，
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这八十怎么算？那我这个呢？我这一个里面250，怎么算？你说？你就算呀，这俩放在最后再算嘛。后裤腰带四个，大衣五个，六，多少？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你戴的项链啊？15、16、17，不行，我不给你抵了，我用猫砂算。不行，18，这已经是违规了。18、19、20，不要了。21，等一下，我这还有呢。22、23、24，这叫姨夫。25、26、27、28，我的药。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200、234、250。我走了。254加250有多少？284。484。484。再加上80，564。还有我的这些呢？那个不算，那个抵了。别让我抵了，我后悔了，不抵了。那不行，那我你这是违规的。吃猫粮了。你这是违规的，是不是？你给我了10秒钟时间。我不给了，我后悔了。那我再给你10秒钟时间。我不要了。不要，那你说我把猫拿过来，一根一根毛我都给薅起来了。那薅不了。你是安徽小吃的对？什么好呀？得是当铁蛋子的个体。564，等一下我的高达说明书还没看完呢，你帮他放下，你帮他放下。拿着，给我查564，拿着。我不查，快点吧。你自己放那。65。赖皮赖的。66。67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75、76。77。拜拜。干嘛就拜拜了？是不是输了？这么心服口服？你不要脸！我怎么不要？我是一开始说的明白，我说所有可脱离的，这不叫穿，这不叫衣，我们穿是穿衣挑战。你说我刚开始说的数据线，我都是衣，我说的数据线都没有说，我说了，所以咱俩就先往回掰。我说数据线都行，凭什么不行？这不是衣服，是装饰品，这就是我最美的装饰，怎么了？拿出去我就自信。你贴身上带出去吗？我不，输了，把这衣服都收拾了。说五脸一堆的，不要脸，拜拜，不要脸。范兆博，啊，你过来帮我一下嘛。帮你干嘛？你帮我管 Yuki 吗？啊？